在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个生成式 AI 叫做图生图。那先进入我的相簿哦，可以看到这是我的玩具啊，拆了一个钢铁人，然后我们再进到主页，然后看到左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 Discord， 然后我们把它点进去之后勒，再点这个 Mid Journey。 好，那我们在 Mid Journey 这边再点一下，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叫做 DESCRIBE 的，我们再把它点一下。好，点一下之后呢，这边会有出现一个 image 跟 link， 那我们就按那个 image， 按了之后呢，再把那个我们的钢铁人再把它按进去，然后再按箭头，按箭头之后呢，你看到现在是今天8:23，然后呢这个机器人正在思考当中，正在思考当中。好了，你看他已经思考完了，你看哦，他已经想了四种的这个方式。我刚刚完全没有叫他给他任何的指令，我就是让这个 AI 自由发挥，他自己就想了四种。好，那想了四种之后呢，我们在这边有一个 image， 然后然后我们把它点下去，我们就让他刚刚他自己的四种的想法呢，我们让他自己把它做出来。那这边我们就要稍微的等一下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哈，现在这边有一个那个数字哦，你看这个有一个35%，哇，好快！现在东西已经看已经都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啊，只是说还在65%啦，还在85%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完成了。各位观众，这是第一种。好，我们再接下来看第二种。各位观众，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种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再来看第四种，第二对我没给你啊。好，反正好像是这个。好，这是第四种，一共呢就是他出了四种，然后各四乘四，一共就是他一次就出了16只了。好，那待会我再把这个图片上传给大家，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就这样就结束了，你看一下那个速度有多快。